受难中，十架七言第一句经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信息分享：今天是棕榈日，在纪念主耶稣受难和复活的这一周，我们回忆并纪念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经历和为我们所成就的全备救恩。主耶稣在棕榈日骑着驴驹，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百姓高喊何塞纳，何塞纳就是请救我们的意思，盼望主耶稣救他们脱离外族奴役。谁也没有想到，他来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救每一个人脱离罪、死亡和永远的审判。当主赤身露体地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忍受着痛苦和羞辱，仰着满是血污的脸对着天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主耶稣不仅仅是在对钉他的犹太人和罗马的官兵说这话，同时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罪人说这话，因为是我们的罪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主却赦免了我们，还为我们代求。所以当我们没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为此震撼。感谢主，因着羔羊的代罪，我们都得以称义。我们默思，让我们今天花一些时间，带着悔改的心，安静在主面前思想。一，是我的罪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因着进入主在十字架上经历的痛苦，使我个人对罪更敏感。二，他的赦免是随时的、无条件的和完全的。我们能做什么？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感谢神丰富的恩典，使我可以借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以弗所书1章6节。从心里接受主完全的赦免，并愿意让主修剪的手借着十字架做工在我的身上，除去一切不讨主喜悦的东西、喜好和习惯，使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掌权，多结果子，使神得荣耀。我们一起敬拜圣徒诗歌69首。我每敬念那十字架。Yeah.
全身满披水雪，如同穿上那朱红的衣饰。哦，主耶稣，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到你的饼杯面前，将我们的感谢来献给你。我们好不好一起起立，我们来唱第五节。